薛曼桃，今天老师要跟你们一起分享的手工是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立体的可以旋转的这一个弯矩形模型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平面纸上所做的一个模型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写上不同的汉字哈。老师在上面写上了谢谢、感恩节快乐，还有南瓜，还有一些数字，你也可以写上去。做好以后呢，我们的模型可以旋转，可以像这样旋转。那么肯定做完以后的这一些图形是不一样的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。但是老师做好的这一个模板呢，我写上了汉字，虽然会看起来比较好玩。好了，今天老师的介绍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同学可以继续接着做。